元宵集，90年代初广州街拍，快速发展的大都市环市东路，环市东路商圈西起与小北路交叉地带，东至欧庄立交桥地带，东西长度 1.9 公里，南北宽度各500米，是越秀区旧时最繁华的商业圈与金融圈，有全国最早一批的五星级酒店花园酒店，有曾经为广州第一高楼的白云宾馆，有广州第一家涉外商场友谊商店，有广州最早的外国领事馆群。横穿其道路有自西向东路、葫芦北教场路、西街环市中路、建设大马路、天盛二横路、天盛一横路、建设六马路、淘金路、和平路、青龙坊二横路、先烈路中南、犀牛路、农林下路、东环路、梅东路、水荫路、梅花路、东街天河路、花园酒店。广州花园酒店是业界之牛耳，从1985年开业至今，享誉中外20载，是目前国内最具规模的五星级商务酒店，店徽为广州市花木棉。1982年由廖成志、列明泽倡议兴建，广州岭南置业公司与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合作经营，1984年10月建成，1985年8月开业。中山路，中山路是一条横跨广州市东西向的主干大马路，毗邻广州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北京路。今天的北京路和中山路曾是唐代广州主干道，至今中山路大东门和西门口还保留着古广州的东西两个城门口的遗址。东方宾馆，广州东方宾馆坐落在繁华的城市商业中心流花商圈，位于地铁出口，交通极其便利，30分钟内车程辐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火车站、广州九龙直通车站、广州火车东站、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以及第16届亚运会会场。宾馆相邻北京路步行街、越秀公园、西汉南越王墓等著名购物娱乐中心和旅游景点。宾馆周边拥有丰富多彩的美食、娱乐和购物选择，是广州城市中心唯一的亚热带风情绿色园。临酒店海珠桥，海珠桥是广州市第一座跨江桥，于1929年12月动工，1933年2月建成通车，由美国马克敦公司承建，由马克敦公开承建，称之为珠江大铁桥。海珠桥上世纪70年代，海珠桥上交通日趋繁忙紧张，1974年12月海珠桥扩建工程正式动工，在原桥两侧加宽个11米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桥跨与原桥一致组合成一新的桥面体系。沙面，沙面曾称石翠洲，因为是珠江冲积而成的沙洲，故名沙面。沙面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市区西南部，南滨珠江白鹅潭，北隔沙基垄，与623路相望的一个小岛，有大小街巷8条，面积 0.3 平方公里。沙面在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国国内外通商要津和游览地。鸦片战争后，在清咸丰11年 ,1861 年后沦为英法租界。广州1992年至1993年。摄影布鲁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